山洪爆发，前往高处，不要被冲走。海平面在上升，哎，快逃！大家都逃上大舱顶部了，等等我！看起来完全来得及的样子。哎，怎么那么快啊？水涨上来了！救命！救命啊！要淹死了！哇，活下来了！怎么梯子突然断了？哎，就差一点点了，就差一点点了！兄弟，你也是没能活下去的倒霉蛋吗？大家好，我是阿贝，这回我们来玩 Lobos 的天灾幸存。本期非常搞笑欢乐哦，在天灾幸存里面会有各种奇奇怪怪的灾难发生，玩家需要想办法存活下来。这款天灾幸存拿到生存成功一次成就的人就有 2.6 亿人，也就是说天灾幸存至少有 2.6 亿的玩家，平均下来地球上每100个人只有3个人玩过这款游戏，这个数字也太可怕了吧。究竟是什么让这款游戏有如此大的魅力？让我们一起来体验吧。这一局又会是什么灾难呢？但不管什么灾难，往上跑就对了，相信我的直觉。好高啊，还可以继续往上。哦，有个人爬楼梯上去了，我也要跟着爬上去。哇，这一局是海啸，要往高处逃跑。哇，那我真是幸运鹅哎，我就在高处啊。居然还有很多人在下面，你们快上来啊，海啸要来了。啊，他们居然跳到树上面，躲到树上面真的能躲避那么高的海啸吗？啊，树倒去了。哦，他们开启了气球飞走了，有个人刚好飞到海啸中心死了。哎，等等等等，哎，楼塌了，楼塌了！啊，我哭死，躲在最高处，结果我只剩下一个头了。躲户外死，躲房子也死，那我得换一种躲法了。这回我学聪明了呀，全新躲法，人叠人，躲在别人头上。哎嘿，叠罗汉，三个人在一起。致命的病毒，避免人群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去，最下面的老哥生病了，完了，我被他感染了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我不能感染别人，我默默的在一旁吧。等一下，我没有好起来的样子，这是必死无疑的吗？没得救的吗？那我只能自尽了呀。哇，偏大啊，好可爱的熊猫，哇，你这皮肤有点意思吧？怎么弄到的？我去，他被我顶下海里面去了。原来开局前也可以攻击别人呢，啊，可以把别人顶下去，故技重施。哎，怎么是我飞啊？哎，游戏开始了，我还没落地啊！这回落地了，这不刚开局就挂了呀？嘿嘿，我要顶人下海，给我下去！他掏出了个气球啊，飞走了。这个大冤种站在边边没有防备的样子，哎，把他顶下去！哎呀，这一局地图是学校，哎，进去里面看看。哦，这里都太空旷了，我们尽量找个靠内的房间吧。哎，里面是应该有教室吧？哦，哎，坐在这里，我感觉到很安全哎。地震！这一局竟然是地震啊！太倒霉了，快逃出建筑！整个房子好像跳起来了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门，大门就在前面了，马上就可以逃出去了，千万不要掉东西进来砸死我呀！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！哎，这门怎么感觉在逃跑啊？快跑！哇，终于逃出来了，这建筑还在断裂，快离开这里。这个学校要散架了，而且在往岸边这里转过来，哎，你不要过来啊！等一下，房子把我吃进去了，哎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快跑啊！快看天上，乌云过来了，赶紧躲进建筑里面，找个角落躲起来。这里不错，观察外面，看看这局是什么自然灾害。龙卷风，这一把是龙卷风，躲在房子里应该不怕吧？瞧瞧我这自信的笑容，救命啊！房子被吹飞了，啊，要死了！哎，我头发，哎，我头发被龙卷风卷走了，救命啊！我怎么变成光头了呀？这是什么奇奇怪怪的设定啊？怎么都到下一局了，我的头发还是没回来啊！我的头发。可以花钱增加灾害数，搞起一种灾害怎么够？三种灾害一起来，哈哈，感受一下恐惧吧。哦，流星雨，快离开房子！酸雨，那不是要躲进房子里？病毒，这完了呀，谁能活下来啊？我身上有病毒，我感染了病毒，中招了！这个人他不躲的吗？哎，不进屋子你就要被酸雨淋死了耶！我现在在出生点看岛上的人，哎呀，有个人想逃出房子还是死了。天哪，房子都被砸塌了，他们没地方躲酸雨了。
完了，被人找到我了，他们发现是我把这局弄成三种灾难的。摩天轮坐上去试试。流星雨，完了，从天而降的流星雨，我现在没法逃啊，只能祈祷别被流星雨砸中了呀。天啊，有些摩天轮被砸了，落地了，落地了，我终于能逃了，我自由了。完了，是地震，快快快，哪里能躲？哦，有人已经死了，天啊，不行啊！哎，前面有个奇怪的人，他坐在凳子上，好奇怪，我也要坐上来。哎呦，他被震飞了，我好怕啊，这样震会不会我会不会死呀？头着地了呀，直接空中旋转了。哎，好像只要人坐在凳子上就不会被地震震到扣血。哎，天啊，这什么神奇的发现啊，这是不是找到什么无敌的 bug 啊？哎，作者，你的地震也不过如此吗？前面有人躲在店里面耶、yeah, 海贼王路飞啊，三个人躲在这个小店里面，可以啊，我也想进来。天灾病毒，注意躲避人群。我去，里面有个人中招了，快跑啊，你们还傻愣愣的和他待店铺里面。我、哦、这个人想感染我，这个人在到处转感染，哎，快跑快跑。他逼得快死了还在追我，坚持不懈啊，来让你追，追上了就让你感染，嘿嘿，记了吧。这一局不知道是什么灾害，但感觉躲房子会很安全。大家都在往二楼跑。不对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远离房子才更安全呢？嗯，要不还是躲房子。当我们上房顶，这样一旦出状况，我们还方便观察和逃跑。龙卷风。哦，哎，哎呀，哎呀，被卷起来了。依然是摩天轮地图，想一想这回躲哪里好呢？上次离开摩天轮就死了，这次我打死也不离开摩天轮，看看这回是什么灾难。山洪爆发，往高处走。嘿，阿飞这是明智的决定哦。摩天轮就是全图最高的地方，所有没上摩天轮的人应该不要死。哎，不对啊，这摩天轮会转一圈的呀，那等到我转下去的时候，我往下降，我不岂不是要进水里面？喂，救命，这情况比我想的还要糟糕啊，摩天轮怎么要倒了呀，快逃快点快逃啊，逃不掉了，我死了。这难道还有什么方法活下去吗？没有生还者，好家伙，全都死了，作者根本就没打算给人留活路呀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，如果你喜欢这期影片记得点赞给阿贝知道哦，感谢您观看，我们评论区见。